为了推动家己的时代人家己照顾的精神，水南乡招成国中校友会三年前开办送餐服务，并且成立社区养亲食堂，和社区附近七村大约100位长辈会当得到照顾。为了感谢这些志工，并且让独居老人享用大餐，校友会特别举办围炉联谊。活动中除了准备围巾以及百姓烧送，县府社会处长也代表县长敬上贺茶，祝福大家新年快乐。水南乡朝鲜国中校友会举办中青食堂围炉联谊餐会，在朝鲜国中设开大约20桌，邀请100位独居老人甲志工来享用团圆餐。县府社会处长列席参加。下当讲，终于咧适当了吼，办理服务人次拢从8万外啦，人次对啦，未来啦吼，啊拄啊吼，咱咧干部咧讲吼，今年啦吼，今年要达到10万次的哦服务人次。有法都达到了，因为少年人口外流严重，真侪高龄的长者投入中青食堂的服务工作，号称千岁志工服务团。年龄相关的大约80岁，校友会特别颁奖来感谢因的付出。这是安尼，大家欢喜，真欢喜。服务这老一，二三十无比我较老，我甲服务嘛真欢喜安尼啦。我头食到得要80岁啦，反正我会当吼，今日会当遐服务吼。是我吼，感觉我安尼真高兴，我家己足欢喜的。哦，做啊足欢喜的，阮遐囝，咱大家拢欢喜我来遮做这。你甲这老人送便当，我来甲送便当，吓吼，啊，都感觉欢喜的，吓啊。自己阮北村爱送3村呐。这万人拢是愿意做啦，啊，做到大家做了真轻松安尼啦。最近天气是愈来愈凉，为着要让这阵阿公阿妈感受到大家的关怀。这处校友会提供100领的背心甲围巾，有两位拢是高龄92岁阿公阿妈来代表接收。这是100年度的每月啦吼，请咱这阿伯阿姆吼来食一顿啊烧啦吼，其中吼有一挂校友会送一个围巾吼，啊个交迄个背心吼，互因迄个寒人心感觉足温暖的安尼。为着祝福大家新年快乐，县府社会处长代表县长来敬上新年贺茶。校友会嘛邀请书法家来写春联，送予议会每一位长辈，予大家在寒冷的天气当中感受到温暖。记者黄龙坤采访报道。